耶！今天呢，我就跟我的两个老姐妹来一起来看电影。我们看的是4D 版的《蜘蛛侠》。Let's go！3D 的，那你有看4D 电影吗？没有，你有吗？第一次，那么有。我上次有来看那个哥斯拉的4D 吧，然后它这个椅子就整个会动。那我们会不会被弹飞啊？而且它会一直震动，震动我应该还好。它如果里面在刮风啊，什么下雨，它就会下面喷水，还有喷水，可以播了。哎，马上开始，我们戴眼镜吧。好，感觉，感觉很舒服，感觉可以收腿。你的小弟，你看过3D 版的？4D 版的比3D 有趣非常多。看过3D 版的，一定要来再看一遍4D 版的。好的，所以如果呢，在杭州的朋友想看4D 的话呢，可以去 CGV 的天街店，还有乐迪港店来体验一下喽。